天 David 的老物开箱是造型 Zero 系列的超级赛亚人特兰克斯，那这一只真的超夯的，这系列前几代这一只超特兰克斯跟超级赛亚人悟空还有园区悟空，真的这三只算是价钱飙涨的最凶的，那就是 David运气比较好一点，有在日本一次三只全部买到，而且都是未拆封的。那前面一样，日本版金正，侧边一样透明的，后面很清楚可以看到 ，David 买的是6000日元未税奖。那直接就来开箱。哇，这只特兰克斯真的也是相当相当的让人家惊艳。虽然整体的肌肉没有超级赛亚人悟空的那么显眼，因为特兰克斯也是穿着外套，但是他脸部的表情做得真的很帅，再加上他外面的这些闪电特效，那特兰克斯持剑的样子，这样整体的涂装基本上都有达到90分，那 David 对这一支评价还是相当相当的高。那头发有一点点的透明，这支特兰克斯的裤子它有上了一些渐层跟亮光，衣服也有上了一些亮光，整体的样子真的是很帅。那基本上这种已经把特效全部做在身上的话，那地台就会相当的简单，直接来把地台组起来。这是特兰克斯 David 真的觉得就是帅气爆点，帅气满点，加上这个闪电特效真的是大大加分，还有持剑跟围盾的状态真的是非常帅，梦想一次满足的感觉真的很好，尤其这三只入手真的非常开心。那今天的影片简单的到这里，那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